那你的身高多高啊？166，还蛮长的。啊？什么还蛮？还蛮高的。配得到一个宜兰的，开视叫我开视镜给他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看你鼻子就知道你应该不小。”所以你多大？看，我话我就。喂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找人聊天啊。在躺在床上。你躺在床上？对啊，因为我房间就只有一张床啊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个人住。那你怎么会想玩这个？没有，就太无聊了。而且我想说，多认识一点异性的女生吧。你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没有。是没有找到吗？还是很多原因呢？反正应该就是，总而言之就是，应该长得不好看吧，不帅。没事啊，我长得没有很好看。我是不会很在意，我是不会多在意女生的长相，只是不要太差就好。那你的身高多高啊？我165，165、166。不会啊，还可以，还蛮长的。啊？什么蛮？还蛮高的。哦，为什么还蛮长的是什么？啊，没有，说错了，还蛮高的。哦，我想说，你蛮长的。他说，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有玩配对到一个宜兰的，哼，的女生，然后她有开视叫我开视镜给她看，然后她说，我好像我说一下比较不正经的，她是说。你那个多大、啊？我说哦，没有很小。然后他说，我看你鼻子就知道你应该不小。所以你多大？啊？什么多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继续说。哦，没有。然后他就说，看你鼻子就知道你那个小头应该很大，就算小头不大，那边应该很大很长。我说啊，这要看得出啊。他说没有，因为女生之间都会聊这种东西啊，你不止你们男生会聊而已。他怎么看的啊？你不知道，他就说你看我鼻子就挺挺宽宽的啊，挺挺宽宽的，对啊，就很挺很宽的，好酷哦。然后他就，我就说没有，我真的很小。然后他就说，不信，那我看一下。然后就说他看得很准，那你露给他看吗？就原本是没有了，就是后来他就讲到说你是不敢给我看，就代表我说的很对。然后我就说，后来我就好吧，我就给他看一下，好嗨哦。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那根。然后他又给我看了，他说一罩杯，我说一罩杯什么概念？他的好大，对啊，他说他的真的很大，而且又很挺很圆，然后就整个衣服就脱掉给我看了。你们都玩这么嗨的吗？对啊，他是说因为看到我这根有感觉，所以他才。想跟我这样玩，好酷的体验哦！好尴尬哦，他一直跟我聊他那边很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，我是不知道啦，我觉得有点鬼扯淡啦，至少女生看到人家很大会有反应啦。可是我说真的，我每次遇到没有一次是特别好聊的，通常都是我找话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女生找话题？男生不会找话题吗？我也不是女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反正我也不是女生，那我们就开啦。喂，喂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聊天呢、啊。你没有看 A 片吗？没有啦，我好学生呢，可能会看那个。屁
骗人啦，听起来就很爱看 A 片。没有，我不会看那个。那你都看什么？看电视 YouTube 啊。看 YouTube 看谁啊？随便看国片的啊。什么国片 A 片啊？不是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你爱看 A 片吧？没有啊。有啦。我不会看那个了。你都说谎。真的？你要怎么证明你没有看 A 片？跟你讲啊，我永远不会看那个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而且如果要找个跟真人的女孩子要那个就好，看那个没有用啊，没有意义啊。还是你喜欢的是男生啊？啊？还是你都喜欢男生，不喜欢女生，所以都不看 A 片？不是，我不喜欢男生，我喜欢女生而已。可是你都不看 A 片呢、啊嗯？可是我不会看啊，一样啊。那你会打吗？不会。你不会打？你25岁。可是我不要啊。你为什么打？不只是你还是要你要帮我打吗？那你都不会打，我怎么帮你打？你又不会打。不是会啊，不想打你啊，你要帮我打可以啊。我为什么帮你打？你都不自己打。我不要啊，不喜欢啊。不喜欢自己打，那都女生帮你打。女生是你要帮我打。要怎么帮你打？你我没有打过。问题是你要帮我，如果真的破命的话。嗯，搞不好你要帮我打啦。你是在勾啥啦？到底打还是不打啦？干嘛要打？你没有开自信，给我看一下。不要，那你就打，我才不要了。可以公开证明可以吗？我看你一定在看着我的内内，然后我才不要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说你不打？你又说谎了。会是会啊，我要看你的下面就可以打。啊，不看上面的，只看下面。下面呢？啊，你不是说你不会打？你不在说谎，愚人节过了呢。会啊，可是你要脱衣服啊，你要脱，对对，你要就会打。你站得起来吗？会哦。你不要说谎呢！真的吗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不会看 A 片，你不会打？那你不就说谎？其实我不会看，只是我要看你而已啊。看我等于看 A 片啊？那你会看 A 片吗？从来都不会看，可是我要真等的。你知道你很像一个YouTube 上的一个人呢。嗯？大拇指。一定是大拇指啦！不是大拇指就是，一定是大拇指啦！没有大拇指的话，哪里有大拇指？那你要看我大拇指，还是要看我的脸？下面。下面看我的脚趾头。不是，中，你还是要那个。你一定要看大拇指的啦！我要那个，去下面那个要尿尿那个。尿尿是男孩子，你们女孩子的？女孩子是他吗？你还在吗？还在呀。啊，你是要看我的还是看我的他啦？我要看你的 BB 啊。要看我的干冰哦。你啊。我在看你的、啊，我要看你的 BB， 我被打。你要看我的 BB 枪啊？不是 BB 枪，你们女孩子的 B 小贝那个 BB 啦。可是我尿尿都用软件呢。啊，这样不好啦，这样，我怎么办？
那怎么办？我要去看医生吗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一个是女生呢，怎么变成男生呢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想说，女生不是都用叫尿尿吗？可是我可以打开空开证明吗？我可以看一下，你是还是男生女生看着照。我要看啊！可是你说你不会打，你看了我你就打手枪不行？不是啊，我要看啊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视讯呢、欸。公开证明呢、啊？那你公开证明你不会打，我就公开证明我的 BB。我只是我要看你呀、啊。我要先看你呀、啊。我不要啊，我们两个一起都知道了。啊，不然我们不要看彼此吗？我们听声音就好。嗯，你没有玩过只听声音的，听不到了，那个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你是龙虾哦？不是啊，一定是大拇指的啦。你这样的话听不到，对，在房间怎么打了？就没有房间没有那个，你可以去厕所打啊。厕所你看不到啊？可以啦，看得到啦。我只是你要开。公开证明啊，给我看啊！可是我的奶子很小呢。你的下面呢？有没有大大的嘛？有点大呢。啊、给我看。啊，很大呢。你要给我看可以吗？那你的先给我看啊！你的不大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我们一起打开嘛。好，一起打开哦。好。你不要骗人了哦！三、不要骗人哦、二、一，这就打开，我刚关掉，我把它关掉了，干东西，吓死我了。